道，台北市立文推广处一心戏剧馆共同主办。单位
位兴业国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多谢感恩都啦。也够感谢，感谢由咱天成饭店集团董事长夫人特别号召咱的亲友团的支持，感恩感谢都来多谢。还有，也够咱圣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分公司黄桂梅总监带领团队莅临指导，感恩感谢你。上个重要的，最后就是要感谢咱单位进场买票甲阮支持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若无恁的支持，若无恁的爱护，阮无可能演出这场的戏。明仔载还有一场啦，感谢你，多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阮已经有青年军的出现，今仔日阮有青年团的迄个囡仔来，囡仔出来，咱的实习生出来，来，出来甲大家见面一下，吼，希望咱大家都要来捧场，都要来指导，咱这实习生大家拢不简单。头一个，甲恁介绍一下，就是阮连浩伟。冯淑琴，再小盖子弟弟，再过来的洗衣生林元信，然后就是咱的洗衣生翟洛安，再来再过这回就是咱的洗衣生何彩杰，然后就是咱的后场洗衣生石伟星，加起来会当嘛？当在咱台顶。闪耀的星星，来多谢，请进，感谢。哎，今仔演出淡薄哦，袂歹感觉。哈哈哈哈哈哈！对啊。对啊。对啊。今仔日就是经过讲，经过十年啊，阮即出去搁再来演出，多谢，我即届无忝，忝着阮师妹，刚忝着咱这团结员。啊，今仔日看到大家演出这么精彩，这么啊真好，感谢啊！还佫有后壁佫有话来，我师妹讲。团呢，也因为讲下半年有很多很多的新戏，有两出戏还是一样会在我们大稻埕戏院来演出。好、哦，第一只鬼魂，有一出戏呢是喜剧哦，叫做呢是像台了马文才。哎、欸，大家拢知影哦，迄、那个什么祝英台啊，伊讲呢咱这刘三平的故事，但是哦，拢无人讲到马文才啦，吼、哦。啊！但是阮这出戏也颠覆传统，啊，要搞这个马文才，赶快梁祝的故事呢？不过呢，主角是马文才，吼、哦。啊，不过这出戏吼，看起来敢那安尼苦涩涩，但是其中了非常的笑亏，吼、哦，是一出喜剧，也希望讲在这个吼、哦、后疫情时代，会当带给大家满满的欢乐，哦，大家安尼啊心情放轻松一下，所以哦，千万不要错过，一生除了会晓演武戏。够也要演笑亏话戏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啊，用恁的行动买票来到这个剧场，敢欣赏，就是给阮最大的力量，哈！有这个上台了马文才，还佫有嘞，哦，我先卖个关子，因为吼公司还袂报告的，所以我袂使共讲出来。佫有一出好戏，啊，十二月时阵吼，哦，伫个咱的迄个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有关是车病的吼，由阮团长、阮阿爸吼，伊要甲伊古早即个好的戏曲吼，老戏曲，甲搬上舞台安尼去吼，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心的脸书，搞阮支持，搞阮加油，你讲好话。真的，感谢你。啊，因为你讲吼，你来骗钱，我嘛袂使来骗骗钱啊，所以我爱加讲一寡。好，真的，感恩你救我。好，真的，演出做阿姐，明仔载还佫一场，还佫有票的。
如果讲那是真正对我有支持，对我有爱哦，拜托嘞，明仔载甲坐予定啊，拜托啦，感恩啊，多谢，谢谢。